短短的，何必自寻短见？何必救我？白年姑娘，你先后行刺了我三回，哼！我身为大蒙古国的宰相，灭了你们大金国，害了你的父母。 可是，你知道，又是何人害了我的祖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祖先是大辽国的皇族。我大辽国是被你们金国所灭。我大辽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氏给杀戮的没剩下几个。我少年时也立志复仇。 这才辅佐蒙古大汗，灭你大金国。嗯，这冤冤相报，何时了啊？我的武功高于你那不错，可这有什么稀罕？只是因为我曾受过名师指点，并不是我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你所学的铁掌功。 原本是一门了不起的功夫，只是教你的人所学未精，你练的时日又浅，难以克敌制胜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年纪轻轻，只要另寻名师，总能胜过我的。我每次跟你交手，只使用右手，并不是我傲慢无礼，只是因为我的左手力大，我出左手怕伤了姑娘。 这样吧，你去另寻名师，攻城之后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只要你逼得我使用左手，我束手就死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好，君子一言。快马一鞭。 姑娘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是谁？跟你一样的伤心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常言道，君子报仇十年未晚。你几次行刺不成，便想自杀，岂不是将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轻了？更将这番血海深仇也看得太轻了吗？阁下教训的是，请现身相见。
你是蒙古人。哼，那耶律齐大言不惭，自以为只用右手就算本领了得，其实要夺人指导点人穴道，一只手都不用又如何？我教你三招武功，就能逼得他双手齐用。先下我和你试试，我既不用手又不用脚，跟你过几招如何？那你用什么？你尽管用刀来砍我吧，我要是避不了，死而无怨。好，那我也不用刀，只用拳掌打你。我不用手脚而夺下你的刀子，这样才能让你信服。阁下如此了得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要真砍，不必相让。好。你的刀中还可以再夹杂掌法。小心了，三招之内我夺你刀。怎么样，服了吗？求师父指点，小女子报得父母大仇，勇敢恩德。喂，我怎么能做你的师父呢？哎，起来起来，先起来。不过我倒是可以教你一个能够杀死那个耶律齐的办法。只要能杀死耶律齐，我就能杀他父亲。可是修习有功不是朝夕之事，等我练成，耶律老儿早已不在人世，不能手刃仇人，终究还是报不了仇。那耶律老儿一时三刻的性命总还是有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要想杀死那个耶律齐也没什么难的，我教你三招，今晚就可以杀了他。我曾三次行刺耶律楚材，三次都被耶律齐形若无事的打败，他本领高过我十倍，你虽然武功高强，却未必在他之上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若是真的打起来，说不定我还是输多赢少。不过用我这三招去杀死他也并非什么难事。其实这三招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看清楚了。